就是你，因为你，我的儿子妻子都死了。你的儿子是死于傲慢，而你妻子则是被你亲手所杀。闭嘴！成功！
能，这太奇怪了，完全不合理啊！这不可能的。罗峰怎么可能杀死突破后的李耀？那件武器到底是什么？战神级的燃烧生命自爆，威力相当于核弹。这么近距离的承受爆炸冲击，地球上没有任何人可以生存。罗峰，黄级战机的防御里，这宝贝给罗峰，可惜了。妖娆，马上带罗峰回总部。